关掉。这。好，我们可以干了哦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肝哦交到工总手上哦，血淋淋的肝在这里哦，这是劳工的肝哦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工总、商总哦，在过去哦不断的在剥削劳工哦，不断的在压迫劳工的环境、压迫劳工的劳动条件哦。所以这些劳工的肝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如此血淋淋的。我们希望工总可以看清楚，工总把它收下来。工总今天把它收下来，今天帮我干，今天帮我干，明天丢你干，明天丢你干，今天帮我干，今天帮我干，明天丢你干，明天丢你干。工总不要出来回应吗？不要出来面对一下吗？要回应吗？要回应，没有回应面对我们诉求吗？一句话都不说吗？无良资本，无良资本，劳方讨债，劳方讨债，无良资本，无良资本。未来哦，工商总这样荒唐行为，我们这些劳工哦，这些青年的劳工哦，以及外籍劳工，我们会抗争到底哦，我们会不断的向资本家哦，为我们的工资哦，为我们的工时哦，为我们的劳动条件哦，不断斗争到底。